来南京了，一下飞机直奔夫子庙。还是晚上下雨感觉更漂亮了哈，的感觉啊，发现了好多家鸭子店。这里又有一家鸭子店，鸭血粉丝汤鸭不同。这南京到处都是鸭子，南京的鸭子活得不太安生啊。竹筒茉莉绿喝了，很好看的梅花糕吃了，糯叽叽的桂花糕也吃了，臭豆腐吃了，再来一份这个豆腐。南京出名的盐水鸭吃了，鸭血粉丝汤吃了。这是多少度的？十二度的桂花，在南京的招牌特色。这十二度。对，桂花。状元桂花酒喝了，秦淮河看了。传媒座太贵了，科举博物馆看了，江南贡院来了，然后这个地方正好就在秦淮河畔，在这喝着茶，自己在创作点古诗，太有意境了。希望我家小孩以后金榜题名啊，为母这就把状元茶替你喝了。南京下次见吧，我回家吃烤全羊去了。